今天我们家的晚餐比较丰盛啊，首先就是炖个大骨头。下午的时候下班，跟我小妹去超市买的。这回咱们不炖酸菜了，炖冬瓜。这是我小妹给我的建议，不能老炖酸菜了，换换口味。因为酸菜没有货了。你真是的。先把它泡上，但是大骨头肉多。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道菜，还有硬菜呢，冰箱里头。大扇贝，咱们蒸点海鲜，然后再来点大虾。我看有朋友说我们煮这个大虾，白虾虾黄了，还是虾头啊？然后说要蒸着吃好吃。今天我想尝试一下，整点海鲜不胖人。看着没？别着急回家，还有牛肉呢，到时候给你炖啊。老寻思回家，你说我这多真诚待客，净给你整好吃的，是不是？我哪是客人呢？我明明是家人。你也是姐，我跟大家反映个事儿啊，就是我在我姐家，我就一直感觉她家冷，但是他们全都吐槽我，光说我。你知道这都穿短袖，我还在屋里穿羽绒服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就是感觉她家冷。这个是今晚的主食，开花大枣馒头，我妈蒸的，给我送了老长时间了，打扫打扫。我炒一下，然后一会儿放到高压锅里边炖。不会，你有姐姐，有老师啊，那补上。哎，补上，看看姐姐这态度，你说补上呗，补上。不让我打你办的事儿，肯定办。补上。认真读一下啊。出去。认真读一下，嗯呐，我出去认真读一下啊。闭口了。嗯。哇塞，你看这肉真厚啊。这顶这是芥末吗？不是，青椒。30分钟。西兰花都变黄了。哎呀，大枣味儿可浓了。吃完挺占地的嘛。这边也好了，这俩孩子写完作业是真能开心，哼，开心了呗。他俩在一起就这样呗。哎，你发现没？去年这一年很少打仗了，长大了。前年一等就因为点啥嚎了。姐，他俩叫你忘了？我姐夫说咱俩叫。这俩有时候我们跟俏俏忙忙似的，嘎嘎嘎啊，没事就乐上了。但是咱俩不会闹僵啊，叫他俩去吧。冬瓜放里，再放点调料，搅拌一下，再炖5分钟就行了。好了，熟了，熟了，粉丝都变色了。大成了就没有口福了，临时有事出去了。当然了，我得给他留几个啊。每个上面再浇点海鲜酱油。蘸西兰花的，终于好了。我得把你想吃那块给找出来呀。不用，逗你玩呢。给我多来点冬瓜就行。好，少捞点就行，姐。那么多菜呢。好，就捞这些啊！你看那俩还已经做好了。我姑娘这是瞎疯吗？都是她姐姐的衣服，还行，能驾驭得了。我没看
拿筷子去，姑娘。洗手了吗？洗了。再添两道菜，辣白菜跟小葱，小蒜小葱有货了，我就特意拿回来几张。这谁给我吃了的？本来我摆的都可晚上了。来，白菜，太丰盛了。丰盛吧？丰盛，太丰盛了。就我这天天整这些菜，你还走？在俺家待着吧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天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萌萌走吗？待一家好不好？哎，必须的，再多待两天啊！你妈走你都不走，听着。谢谢，吃不了啊。嗯，搁你这一放。知道这是谁做的吗？你。姥姥。啊。忘了。你看我拆瑞了。萌萌，这个大三杯来，不烫了。都是我爱吃的。多吃点啊。这谁不吃了？我傻吗？他们就吃粉丝。那这怎么加不起来呢？他们家啊。嗯，那是有辣根啊。你没和那鸡米吧？没和了。嗯，那是。来，你把这小葱挪这边来，咱俩用这个。大萌萌，二百个。嗯，有人吃。嗯，给你。一会儿一人啃块排骨啊。别拉紧我，看见没？这还有过年的气氛呢。这俩孩子上冰箱里拿饮料摆上了，拿出来放这儿。不用喝，先吃饭。先别喝啊，先吃饭。哎，你帮我们解开肉呗。你就拿着大块啃呗。啃不动。这个，你放到这盘子边，没事，姑娘，行吧？这都那啥了，都脱骨了。来个小葱。啥家伙了？对。给你块，来，姑娘。等会儿，跟饭碗去。我尝一个蒸的大虾，看到底好不好吃，跟嘴煮的是啥区别？不是，咱们煮的那个虾脑的那个油什么的，都在上面吃沫子都出来了。嗯，这他们觉得可惜。这样还够紧实。嗯，每次咱们煮完之后都水汤汤的。嗯，对，这样确实紧实。以后咱们这么做啊。嗯。我们在以后做什么菜的时候，如果大家觉得做的不对，多多提宝贵意见，我就学会了。嗯，吃，下小来。烫。凉啊。不想吃这个。不想吃给妈妈。就吃粉丝。嗯。想咬一口给你们。你可以，你都吃了。算了，你也尝一口，好吃。嗯。真好吃。这绿色的吗？绿色的是青椒末。他们要吃那个三杯柱，嗯，那玩意贵呀。我也来一个尝。这真好吃，我感觉那个粉丝是我没太蒸透啊。还行，这个是三杯里边最值钱的三杯柱。嗯。